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。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？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？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。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，然后这边现在都雾茫茫的，因为是一片雾霾。先出镜一下好不好？出去啦！你穿裙子好像好好看。跟大家说 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朵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都是在什么时间、什么情况下去寺庙拜拜？我自己的话，我本身通常是，大概是寻求一个心灵的寄托，所以我通常就是可能，内心就是可能有一些疑问啊，或是想要寻求一个心灵的平静的时候，我自己去寺庙拜拜。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。我们都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之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。